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姨看一看，你叫党超。哎，党超是那个一眼的那个孩子吗？刚才阿姨在下面拍你了，你很棒哈。你上几年级？四年级了。四年级啦？哟，真棒哎！你都上四年级了，你在学校都学什么了？跟阿姨说一说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。哦，是吧？体育还特别好。体育怎么？上参加县里边运动会了，是吧？他的体能非常好哈，除了是一眼，其他都非常好，学习也非常好，语言也非常好，是吗？现在他就这一个检查的是5.0的视力还特别好。视力还特别好哈，好，就那一只眼睛是5.0。对。另外一只眼睛是一眼，是左眼是一眼是吧？右眼左眼，好的好的。左眼，对，我看出来，好的，谢谢你。好，上四年级了哈。嗯，对。好。你这个批是就也报了他了哈？又报了一遍。他这是说飘的那5个。啊，这是飘的上头的是吧？对，飘的那5个。对。哎，是，有他吗？有。啊，党超，您那个党富亮，你可以看。您好，党超，党超，他有多大了？这个孩子？他11岁哈。是有。站小上一边。没关系，他是有一只一眼是吧？左眼还是右眼？左眼。其他这孩子都很都非常好哈。党超，你多大了？12岁，11岁啊，11岁，好。他现在是上学了是吧？上学，正常上学。正常上学。今天因为我们来，所以让他在那个院里头，然后请假。上几年级？超，你上几年级？上几年级？上几年级？4年级啊。谢谢你。